哇，这是天堂吗？如果不是天堂，怎么那么多天使啊？我们这边提供1:1真人比例的细胶娃娃真人女友。我今天来这里其实是想要找我的完美情人。我要来大学约会喽！罗拉怎么办？只有买一支冰呢。你没看到？复古宫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是没有手机。今天要进行一场没有智慧型手机年代的老派约会。你还会想到约会吗？